玛莎带女友吃海鲜，闪狗仔比专业的啦。5月，玛莎在脸书上公开恋情，说现在的自己很开心。一周刊也直击到她打扮得跟浪人大叔没两样，跟素颜依旧很正的设计师女友去海鲜摊吃宵夜哦。女友吃饱饱再放空，转转嘴，用舌头剔剔牙。另外一半的玛莎结账到一半，也很有默契的转转嘴。哎呦，这摊是有这么好吃就对了。吃饱饱，两人一起在路边恩爱晒幸福。不是啦，是晒小腿啦。最后玛莎载女友回家，女友先下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3、2、1，玛莎硬是等到数上10秒才下车，再意味深长的看了看狗仔一眼。咦，一人拍拖的第一守则，不能同时进家门，对吧？哇哦，闪狗仔，不如玛莎帮五月天开班授课好了。